哎，榴莲壳怎么扔掉嘛？你看，你妈要给我跪下了。你看一下这个榴莲朝哪个方向啊？朝哪个方向？对啊，你要看一下呀。你看这个榴莲朝哪个方向？你自己看。妹妹替我跪一下。行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收起来了，可以了。这两天冷战那么几天够了，意思一下就可以了啊。握个手。握个手来，握个手来。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。好，握手，再来。啊，对对对，对，你握，握吧。不握了，开心吗？搞好了，不留点什么了？你妈刚才都笑了，去把榴莲拿来，快！我给妈妈干。怎么和好了？你妈给我跪榴莲了，我说，她跪下就我说，哎呀，不用了。倒过来，你问妈妈。对了，你看爸爸这裤子差点就要破洞了。我上午就在担心这个，担心哪个？妈妈上午觉得太好了，榴莲皮不要丢，晚上让你爸来跪。哟，他真的跪了，真的。不要瞎说。真的。你看，你妈是脚上都有几个窟窿，你看到没有？什么呀，爸爸？他真的，爸爸真的跪了。好好好。知道了。我跪了啊。你要的什么？老婆，我错了。怎么可能？你爸也是要脸的人。你就是这样的，牛魁王就赶紧起来，对吧，爸爸？不对。好吧，好吧，好，对对对。你看，我没说谎吧？大家好，我是老田。经过几天的斗争，我承认我败下阵来了，我输了，我彻彻底底的输了。现在我去把工资卡给他吧。我拿着工资卡，我心里感觉一点都不踏实。拿，物归原主。看清楚，看明白。不要。真的不要。不要拿走。拿着吧，我拿着不踏实呢。我不要。赶紧了。不要，我有话费。那个不是也要还的吗？女人管钱是家里的一种幸福，对吧？也是男人的一种幸福。快点，快点了。每个月反正就还花呗那1000多块钱，多一分我也没用，不要。所以放在你那里我放心啊，对吧？都几天了，也差不多了。好了好了，啊，收了啊。你我都有错，收起来啊！我一分钱都没用，不信你。不用我哪知道？反正这绑定的是你的手机号码，那短信也是发送到你的手机上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取了一分钱，你的手机会收到短信，对不对？我取多少你都清清楚楚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要说这个伤感情的话了啊！
该结束了。那你不要烦我嘛。你去做你的事，我做我的事。好吧。